第二十四题，下图为有机化合物分类的简单架构，依此架构将不同的物质归类，则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？A. 葡萄糖属于钾，钾是小分子化合物，这个是对的，因为呢，葡萄糖就是所谓的单体，它会聚合构成所谓的淀粉跟纤维素，所以葡萄糖的小分子化合物是对的。保特瓶是属于丙也是对的，因为保特瓶呢这是一个热塑性聚合物，那么环氧树脂属于丁，丁是对的，这是树脂类呢都是热固性的聚合物，那么丙 B 呢说脂肪属于乙，这是错的，那么脂肪是所谓的三酸甘油脂，当然甘油脂它算是一个脂类，它并不是所谓的聚合物，所以它说它属于乙是错的。所以第二十四题问我们说，依此架构将不同的物质归类，则下列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脂肪属于乙，脂肪不是天然的聚合物。